Tracy 係我表姐，超理想主義嘅 INFP。作為白羊座嘅佢，非常之有活力，一心諗住做全職運動員，係咪好正呢？不過除咗打波之外，佢咩都搞唔掂。床都似好舒服啊，同我谂嘅健康是一样嘅。就系咁，呢个女人就寄居咗喺屋企啦。嗯，租金？租金就梗系唔该你啦，我搵到工就会交租噶啦，大家一场姊妹。唉，得啦得啦。